阿大，我是小杨，今天朋友打电话给我们，让带我们去找一个新的钓点啊。他在前面开的名车带路啊，我们跟在他后面，看看今天的渔获怎么样啊。反正他是说上午在这边打了几个窝子，然后让我们过来用七秒试一下。上鱼了啊，天这个黑死了，黑死了，我今天还哭了。这不错，没门的。那就先收了啊，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钓点啊。鱼口非常的细，需要不停的逗，10秒到15秒就要逗一次，否则一口都没有。给大家看一下鱼货啊，鱼货虽然不多，但是个头还可以啊。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声抱歉啊，是朋友的自留地，他不希望我们把这个钓点空目与大家，所以说以后有好的钓点我再告诉大家吧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先录到这边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